啊，你有手吧？啊，很多很多今天来的很多患者，会不会也是当年那个那个你妈妈接生的？是的，也是啦，他们都还记得啊，还记得，还记得。是。那现在来讲的话，每周再来这边看一次诊的话，会不会很累？还好啦。你有那个意义的话就觉得不对了。加分班吼，做好。以前拢看病，拢要去倒看。拢啊是老位看啦吼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